湖南在一起。对对对对。我说对啊，就好几个，他们讲话，韩国人也会这样的吗？点头哈腰的，也会。OK， 那就是韩国人 ，OK， 他们的客户。对，不是，他客户是他的客户，他介绍的。啊，就那个香港人和这个维特莱姆的，我想他可能还有其他的。香港人要跟咱们买。OK，OK、okay, okay。他当时领了三个人，那个女的啊，嗯，是加拿大来的。对，我知道。但是他也有好多白人。